警察到的现场是还看到好几个人在打我的，所以警察就在旁边看，人也没带走。我本来预期的画面就是，哦，警察到了，这些人要上铐带走，现行犯都不带走，这是我不能够理解的。来，先不要动，都在这边。好了，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好了，到那边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当下的警察到底干嘛，因为在发生这个殴打的状况下，多人殴打的状况下呢，警察一到的时候，他们甚至还能够不握犄角，人也没有被架开，犯案的所有人呢也没有马上被带走，警察到的现场。那个现场是还看到好几个人在打我的，这些警察就在旁边看，人也没带走。我本来预期的画面就是，哦，警察到了，这些人要上铐带走，现行犯都不带走，这是我不能够理解的。告诉我，他干嘛？来，先不要动，都在这边。可以先坐。来，来，好了，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好了，你到那边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刚才就来欺负我了。什么？五四三，很难吃是不是？很难吃，你不要来啊。好了，